继续开哈。接下来赖文德议员来请发言。好，主席、秘书长，还有我们市长、各位局处长、媒体先生、女士，还有我们的议员，大家好。今天是本席的第一次的一个总执行，我想请教我们的市长，这个图案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请市长，我们的这个图案，三个图案，提示一下，提示一下，是星星、月亮、太阳，是。星星代表就是我们所有的高雄市民，同时也是我们高雄的一个月亮，更有可能是我们台湾的太阳。这个图案里面，图案里面的左下角就是我们的货运航运，右边是我们的空运，这个就是我们拼经济的一个来源。在这边非常肯定我们的市长，同时本席也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拼民生经济，结果污名为外患罪，甚至卖台。当今可以卖台的只有一个团队，也就是当今的执政者府院党团国会半数，他们都卖不出去了。市长，你何德何能可以卖台？为了民生经济，争取了52亿的合同契约。试问20年来，从谢市长到陈启市长，曾经也有到日本、上海、大陆，连一张订单都没有。我们都会区将近沦陷了20年，等同于我们园区沦陷了40年，没有任何一张订单。所以对媒体的污名抹黑，本席对我们市长非常的抱屈。第二点，长期以来，如我们市长所期望的，要开辟原乡的后花园，三年来偏乡的基础建设费不但没有增加，还更短缺，造成都会区与园区的差距越来越远。当然本席也不是说要把城乡距离要拉近，最少要有所观感，有所进步。
一样，我们原住民也负担了全草的2200亿，但是都会区仍然在进步，那我们原乡呢？一样负债，身为高雄市民，一样负债3200亿。在整个原乡的基础建设，三个园区4500万，那平均都会区的一年的基础建设，包括附近工程，最少也有5-600亿，那我们还处在三个区4500亿，平均1000多亿，1000多万。市长在去年的31月，最忠诚的原住民朋友，是你取暖的一个地方，你非常了解偏乡的一个建设。今天不谈大选，不管是真选的一个初选，还未定数，最起码这期间，将来有可能变成我们台湾唯一的太阳。希望不管是继续留任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甚至当了台湾的总统，要当机立断，请市长要务实，就事论事，把园区的基础建设费按照比例2%，让都会区的建设，要你一边框列2亿，让城乡的距离来缩短，3200亿，既然当了我们的市长，就要盖棺承受。都会区不断的进步，不管是航运、空运、地铁、高铁，通通都有。那我们园区只有跟都会区越拉越远。当然，我们也考虑财政的困境。我想代表我们三个区的原住民的同胞，希望市长针对偏乡的这个经费，要满足甚至实质上的把建设经费要提升。开始以前，第三个要勉励我们的市长，陆战队有一个名言，我想都是黄埔军校出身的，送一个市长一个陆战队的名言，符合你的作风跟个性。高山为我低头，海水要为我让路，勇往直前。我们身为新兴的，不管市长走到哪里，忠心不二，请代表个人跟我的族人，希望市长步步高升。虽然百般的不舍，但是为了台湾，我们身为高雄市民也要割爱，也要奉劝，记得一定要请假参选。民进党的朋友既不喜欢你当我们的市长，也更不希望你来当总统，但是你是我们台湾的希望。这是我为市长的一个勉励，坚定信念，
勇往直前，再套一个怪笑的名言：英雄好汉在你身上，说干就干，管他流血流汗。因为时间的关系，本席就让我们市长简单扼要的两分钟来回答。非常感谢赖文德议员的质询，而且你刚才讲了一句话，我想我们都很感动，你仅代表你的族人站在这议会殿堂发言，真的很感动。原乡地区经费这一部分也跟赖议员来报告，我们一定尽可能把它照平均值，好不好？虽然我们的财政非常的困难，但是对原住民三个乡，说实在的，从过去的财政数字来看，照顾的是不够的，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只能够未来原乡地区的建设的经费，我们一定不会让原乡吃亏，这是第一点。也请赖议员能够回去转达您的族人，我相信你对你的族人是非常关切的。第二，我们卖水果，卖所有的农产品还有水产品，现在我急的是要把高雄的鸡肉、鸭肉、鹅肉还有猪肉，有可能我们要把它外销出去。那这跟卖台完全没有关系，像花我们卖的也很成功，那将来到家畜跟家禽，我们也希望能得到订单。昨天下晚上第一个团叫医疗保健团来到高雄，20多位从澳门，那以前他们送泰国曼谷去健康检查，我就拜托他们来高雄健康检查，现在这边也过来了。再下来他们一年有将近4000万的观光客，一定要吃很多鸡肉鸭肉，我们还是会争取订单，希望原乡在货卖出去的时候也能扮演一定的角色。第三，我觉得原乡地区啊，我最担心的就是经济、医疗、教育、建设。原乡地区像爱玉，您讲完之后，我们为了爱玉非常头痛，因为很多人不会处理爱玉。我们像芭乐、凤梨、蜜枣、莲雾，买了就可以吃，但是一般人买到爱玉他不会处理，所以没有办法走到个人的消费者，他显然要走到一些像连锁的通路。事实上赖议员上次执行我爱玉之后，我已经跟我们农业局局长为了爱玉问题啊讨论过好几次，我们希望帮您的族人争取更好的经济收入，这一点请赖议员能够了解。再来一点，代表高雄市政府重视原乡，所以我们在规划一次市政会议全部到原乡去开。那目前不管是桃园、那麻乡、茂林，我们要选一个地点，可能前一天晚上我们就在那里开会，或者第二天早上去。那我也希望原乡的议员跟原乡的一些好朋友在开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来聚一下聊聊天都没有关系。那为什么高雄市政府要到原乡去开这市政会议呢？也就是说即使在偏远的地方都是我们高雄市的市民，所以这一点要跟赖议员报告一下，高雄市政府不光是我还有我们团队连议长在内，我们时常都聊到原乡的问题，我们很怕原乡的同胞吃苦以及没有被受到公平的待遇，这一点要跟赖议员来报告一下。那谢谢了。至于其他的高山为我低头，海水为我开路，我会继续勉励自己，好吧？谢谢。好，谢谢市长，永远支持你。好，接着我想请问我们的农业局局长有在吗？来，局长。请问局长，第一次的临时会本席去提到滞销的13万公斤的爱玉，到现在也没有结果论啊，这个第一点，我们的爱玉如何来协助来行销，包括通路，到现在也没有书面，即将在8月份又可以采收新的产品，能量它的数量是15万公吨。今年
最好的保存爱意，一年半的时间。当初局长有承诺，已经有相当的作业办法，要回到本席。试过两个月了，即将两个月要采收新的爱玉，这个第一点都没有一个书面资料。当然我尊重你的专业，这边本席要提醒你，你掌管的农业不是在都会区，是所有的全市。当然爱玉因为农委会的品相的一个管制，所以无法出关。但是 A 目前的数量不可能是内销就饱和了，所以待会因为时间关系，你就回到本席现行的作业，梗系作业要怎么做。第二点，市长有承诺，如果来成立园区的农民合作社，几乎原乡的农会都是代办处，怎么样把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民的一个平台 SOP 的一个作业，他每年的农特产最容易滞销就是爱玉。什么时候要成立我们园区的农民合作社，来配合当地的农会，再配合当地公所的农业科，我想这是你的课题。第三点，有一个地方非常的特殊，它是原住民的保留地，但是它的行政区属于六龟区，那应该是属于行政六龟区，那区公所应该协助当地的原住民，它是在平地的一个乡镇的其中之一个，但是它的居住环境是属于原住民保留地，他如果来申请农业灌溉用水，是哪一个部门要申请？是桃园区公所还是六个区公所？向林务局申请水权，作为他们居住环境的农业灌溉，相关单位，那你是农业局、水保局底下的水利会，将近五十个年头，历练那么多七任的市议员、县议员，都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时间关系，容许你用简单的几分钟来回答，要怎么做，后续怎么做。也给你几分钟，这样可以吗？好，那局长当然。好，谢谢议长，那也谢谢赖议员啊，对于原民地区的这些农产品，还有相关我们包括农业灌溉，还有农民的这个生产或是产销运销的合作社这些议题上的这些关心。那我想关于爱玉商的部分，那我们也一直积极的在跟相关的通路接触，在第一时间里面，事实上我们就已经跟家乐福来做接触，但是他希望能够小包装啊。那时候整体来说，整个甲仙的农会他们也找了就是相关的产销班，爱玉的产销班来去进行，但是那时候他的时间，高雄州的时间呢，他离他的时间很短，
所以他没办法马上就是改成小包装来去进行。那后来他们现在因为整个现在都是采梅子的一个季节，所以他会等到这个结束之后把它变成是小包装，这是第一点来跟这个议员来进行报告。第二个就是相关的通路，我们也有在做一些媒介，那包括就是我们的物产馆的部分都有在办相关的活动，还会有一个千人喜爱玉的活动来进行。六月份的神农市集我们也会来进行。另外呢，包括就是电视购物的部分我们也在做，但是你要等它那个整个包装的一个部分去完成，好、哦，那我们会大力来推进。另外一个就是相关的500cc 的饮料店，那还有就是可以在正在研发相关的东西，如何让它变成类似果汁上的基底来去进行。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做成类似果冻式的东西，因为天然的爱玉它隔天哦，它就会变成又变成水，从果冻会变成水，所以如果让它用一些天然的添加物来变成是凝固式的啊，像是果冻或布丁的方式，这部分也在进行了研发。因为这样子的量它会消耗的比较大哦，打一般的零售市场，我想包括你要去洗哦，它都不容易，所以这部分我们也都来相关的进行。然后另外我想我们会来配合原民会来辅导开发，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些农产的这样相关的加工品来去进行，然后来把这个爱玉哈、哦、能够让它整个供销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哈、哦、能够取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成绩。那议员提到第二个议题是关于就是合作社的部分，我想合作社它是跟农会是一个平行的单位，不同的方式来去进行，所以农民他只要有意愿。七人以上来发起，然后共同看他们怎么去出资，然后来去做相关上的一个营运的运行啊，以及把他们名字取好哦，然后相关的内容去填好，这部分我们可以来辅导他们来去成立。但是先决的条件是必须要有农民他们来做七个人哈、哦、来做发起人，这样子的话我们比较来做相关上方便上的作业。然后再来是关于就是灌溉区域上的一个问题，这部分可以透过这个农田水利会来去进行。那每公顷呢，最高可以来补助25万元。好、哦、啊，所以不管是透过哪一种方式，包括就是穿孔的这个穿孔管的这个灌溉的方式也好，那或者是要透过喷头或者是微喷的方式，或者是动力的设备等等的方式都可以来去进行。好、哦，所以这部分有这个农田水利会的一个推广。省水管路的灌溉计划里面可以来进行，那议员这边可以把相关的这个联络上的一个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会来跟那个整个农田水利会这边来进行下一步上的一个接触，那把这个相关上的问题来这样子去把它做圆满上一个解决。那以上就是向赖议员进行报告，谢谢。好，允许你请坐。第二点、第三点，本席认同。要怎么去来协助设立我们的农民合作社？第一个，你是不是先调查当地有多少的一个产业班，它的面积、它的数量、它的果树，你先要调查完了以后，是不是要到辖区做一个说明？你的部分这个本席还认同，包括农业灌溉用水，但是第一点，你铺陈太多了，你根本就没有抓到本席要的问题。市长还比你了解，希望本席讲这句话哈，没有让你感觉到说你没有从事专业。A 的部分。因为国人不太习惯，他必须要有他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办法，上次市长就可以点到非常的清楚。当然这个事后是在我们现在台面上是告诉你大方向，最重要是后续要怎么作业，你应该要告诉本席你到底接下了多少的订单，它的出路在哪里，行销在哪里。我们总数量13万吨，你应该帮我们接洽再有七公所
按照你们切洽的订单送到府上，爱意是可以食用，也可以作为面膜。到底你没有调查每一个消费者，他希望我去采购的时候，我就可以做到现成的，不必带着一个作业的一个 SOP 到家里还要洗。所以消费者的习惯不同，你应该走这个方向。不管是商家、企业，你们应该帮我们找出一个通路。目前桃园区有多少量，你可以吸收多少量，将来它是要加工的还是如何，应该你要回答本席是这个问题，不必铺陈那么多。我希望在我们最严重治下的爱意，请纽约局局长针对第一点，你要针对问题来消耗这个问题，而不是铺陈那么多的一些道理跟理由。希望在会后你提出一个具体的一个书面资料，让我提供给我当地爱意的农民，这样有没有难度，局长？局长当然回答也没难度就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好，谢谢议员的关心哈。那我想我们会持续来推动，所有的相关的作业都有在进行。那我想我们也希望能够是赶快把这些问题能够去解决。好，那这些不管怎么样哈，我想我就相关的东西我们会来进行，回答 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你，你请坐。在原住民的地方，第一个99%从事务农。那农作物跟什么最有关系？地。到现在我们原住民的地啊，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一题，我要请我们的地政局局长来回答。美浓地区地政事务所可能业务太繁忙，每次原住民申请一个案子，申请到会刊到建地建策也需要三个月，好几个案子啊，那可能考量是不是人力的不足。美浓地政事务所他要负责九个地区，美浓、旗山、六龟、桃园、茂林、那么下、甲仙、内门、山林，总共九个地区。所以也许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啊，希望这个部分要有所改进。一个案子可能是因为土地纠纷要耗时到两三个月，我想我们尽量把申请百姓的需求能够缩短，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在民国104年，百姓才知道那么多局处啊，原来地政局是最有钱的。地政局，这个月做功课，最没有钱财的就教育局。教育局、原民会、民政局，还有很多局处。原来你是，我一直以为是财政局，是我看到他都要跟他敬礼啊。原来财政局最没有钱，统筹款到本预算。大饼那么多，切来切去，感觉好像是地震级，
原来是地震，光是我桃园区928.98平方公里，加上两个园区，占了我们都会2/6的土地啊。征收也好，建设也好，都跟也要用到你的地。104年茂林区只花了10几万，剩下一个都纳还没有，他的地还没有，就我一个里还没有建设完毕。只要求你，只要是社区部落住宅的这个部分，花个几十万，把原住民这个偏远地区的住宅区把它划分出来了吗？从日据时代，因为它的测量仪器专业人员的不足，很多地都是在纠纷当中。当然本区面积大，可以逐年来做嘛，只是要求你在现在目前居住的环境，地质局应该可以做得出来。既然我们唯一桃园区是靠中央山脉的，连一件都没有，茂林三个部落剩下一个部落要完成了，接着是纳马夏也是三个部落。我希望今年不能做没有关系，明年设计一两个部落来做，逐年做，哪怕是3年、5年、8年，你就把它完成嘛。地震局这样可以吗？我可以打吗？可以谈。我可以回答了吗？部署的部分向中央申请补助计划嘛，可不可以？可以吗？那也让那局长等我一下啊。好，好的，好。那谢谢议长哦，谢谢戴议员的一个关心哦，我们原乡地区土地的一个问题哦。那第一个首先说明的就是说，美浓地震事务所它管的辖区是美浓跟六龟，还有桃园跟茂林哈、哦、这四个区。那剩下的刚刚那个拉玛夏拉甲仙那个是龟崎山在管的，它现在两个所、哦、分别管的那个范围不太同一样。那这个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测量的部分呢、啊，测量能力的部分，美浓所过去因为它那个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地震事务所，所以那些人员到那边的时候总是没多久就又走了，所以申请分发的高考的或者是地方特考的大概年限到了以后他们就走了，所以在三月的时候我们还缺了三个名额，就到三月的那个名额一补上来以后，这个能力就已经把他的测量能力补足了啊。不过我跟赖演报告的就是说，那个案件的一个排件量哈、哦，就是他测量的那个时间哦，没有达到2个月、3个月。我们这我的资料里面哦，从1月到3月，平均是13.7天呐、啊，我在法定的15天之内啊。那4月的话也是15天左右。那刚刚赖也有提到说有超过的这个法定15天要办竣的这个期限呢，我主任是跟我报告说，我们这个桃园的这些乡居民呢，他去申请的时候，他是希望他的配合他的时间啊，所以他的那个时间一排了以后，可能就超过这个15天啊。不过到现在为止，没有超过2个月到3个月的哈、哦，这一点跟赖演做一个澄清，这个我们的。这每一个月好，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因为这个案子里面呢有2、3个月，但是我没相信你，你是我们市长的爱将哦，我相信你，好不好？啊，另外重测的部分，重测部分我再补充说明一下。今年来做，重测的部分哦，这个过去我们也有就原乡的部分呢，向内政部去申请这个。地基土重测的一个计划经费补助，因为我们的重测经费都是中央补助，我们只是一点配合款而已。所以我们申请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不在行政院
地籍图重测的这个后续的计划里面啊，所以希望我们再另外选其他的地方啊。刚刚提到说茂林那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重测的一个计划，那个是原住民，我们市里面的原住民，好，你久坐，他帮忙向中央人民会去申请经费给我们做。好，我剩下十五分钟，我后面还有几处。好，这个部分呢、啊，本席绝对相信你，而且支持你。还有一点最重要，在飞都跟计划的一个地区跟乡村区，目前我们八个里有两个里一直没有办法变成乡村区，你知道是哪两个地方吗？拉弗兰跟秦河。秦河它是本来它平台都是建地，没有问题，是拉弗兰。拉弗兰为什么不行？因为跟议员报告，因为他的那个建地不足啦、啊，建地不足啊，哈、啊，他一般的那个土地呢，它是合法的农舍，但是它的这个使用分区是山坡地保育区里面的农牧用地，它不是建地。啊，这一次这个中央人民会跟内政部办理的这个是土地分区的一个更正，就是聚落里面你达到它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它把它更正为乡村区的一种建筑用地，是这样的。很抱歉，因为时间关系啊，我是没有关系，我们是在电台上，我们大方向谈。真正哈、哦，是我们在私底下获悉的一个执行状况。我大概就这样回答了哈、哦。在原乡的一国土的一个计划相关的一个规定，从山坡地保育区划编为乡村区。地震局设置我们乡村区的依据是为何？是依地震局还是中央内政部的营建署为主？然后呢，你为什么不行？它的原因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也是认定的一个法规，他认为是他的丘块。局长，你知道丘块？丘块不完整，是忍气认定的丘块不完整。当时这个地方是因为民国将近58年要开辟台20线南横公路的时候，它是没有划到这个部落的外围，它是从这个部落的中间切割进去，造成在你106里绘图的时候，他认为它的区块不完整。但是按照历史背景，早期的原住民都在半山腰，是因应南河公路的生活机能才迁到南河公路的周边。但是核定它是属于丘块不完整，这个名词丘块不完整我认为是认定的，造成我们八个里，所以之前的议员一直在争取丘块不完整。我希望国土计划里面两年，从去年到明年，新的一个国土计划要有所改变。第一个，建地不足，全部都是违章建筑，全部都是只能做农舍，农舍不能做民宿，设置地震局又不准我们在它的安全维护的环境下，又不能开发露营区，民宿不能做，露营区不能做，只能靠什么？我们的农特产、文化的观光、教育的产业，包括体育的产业。希望国土计划区公所是无能为力，应该是地震局超越地震局的权责，应该跟内政部的营建署，毕竟这个部落已经造成事实的部落了，要不要改法令？要不要适度的改？因时代背景，因百姓的需求，要不要改？所以我请局长
要约相关的单位一定要到部落来说明，一定要到部落说明。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这个后续我们希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当然尊重你的专业，但是希望一定要邀约相关的单位就到部落做一个说明。我想我会全程来陪我们的局长，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后续可以用书面来做一个澄清或是报告。我请我们的局长请你坐下。包括农牧用地这个部分，你坐着回答就好了。造林地，林地分为两种，一个叫林地的公益用地，一个叫林地的什么造林地。满五年，林地可以转变为游牧农地，只要它的坡度未达38度以上，可耕种，都可以林地变成农地，让原住民来耕种。但是呢，游牧农地要变成林地，要原住民写一个林业计划。请问一下，年老的人怎么写一个游牧农地要变成林业用地？我不知道局长这个计划你可会不会写？可能不会。因为要求我们原住民一定要提出一个农业计划，才可以把游牧农地变成林地。试问现在所有的年轻人为了打拼都是外企工作，剩下就是年迈的老人无法再耕种了。加上经过多次的灾害，土石流已经无法到达他的农牧用地，他希望变成造林地，甚至是一个进发补偿，结果难度非常的高。这个也是地自己限制的一个。我很想讲这一句话，国土是原住民才是国土的主人，既然那么多的限缩，你有没有清扫过在整个在靠近原乡的这些都是汉人，既然违反山坡地可以盖民宿，他们是怎么取得证照的？而当地的原住民国人的主人啊，800多年前原住民的同胞就在台湾，结果对我们的过度开发当然要限制，但是有利用的一些山坡地尤其是农地，既然不能适度的做一个露营区，当然中央法规没有明文规定说认同这个所谓的露营，不能盖民宿，不能露营，那我们的产业怎么发展？地震局要是超过你的权责，应该向中央来反映啊。这个问题不会是桃园区那么像茂林，应该是全国的原住民的地区，包括乡村区的问题、露营区的问题、民宿的问题。我想这个部分希望在会期也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好，这是我对地震局的一个要求。最后几分钟，我要请教跟我们原住民最直接的单位，我们的教育局，我想农地最重要，第三个最是我们的教育。教育是我们的百年大业，
我们希望我们原住民的教育要普世来适应社会的变迁，所以我把教育当作是最重要的。这边有几个问题，我想教育局长啊，是应该比较明理啊，刘英啊，是真正的叫刘英啊，不是各位讲的刘英啊。那这个请教育局长用使用关系啊，顺便回答就好。第一个，研究宝山国小，民国五十几年他就废校了，拆还地嘛。当时没有任何的企业是原住民，是为了孩子就把这个地就来作为校舍，在藤枝的一个国小，它已经不堪使用了，更不是废墟了，才有还地还给原住民。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在宝山的一个国小，所有宝山国小的小朋友，全校18位，老师还比较多，为了孩子的教育，几乎把孩子都送到六龟啦、旗山啦，还有我们坚持没有废校合校，所以希望宝山国小它已经变成废墟，让区公所作为耐震补墙，可不可以应用？提供给当地的法人社区做部落的聚会，手工艺品展售农特产，否则那个旧学校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再招生的。当然地上权是教育局的，所以我们要协调地上权是不是教育局，是不是可以把产权移交给区公所，让区公所来充分的来利用给社区，包括彰山国小梅山分校。好，这个部分是啊，对于我们现在有三个地方已经无法到招生的一个校舍。再来就是偏乡的，要感谢我们市长的爱心参见，结果没有办法普及到照顾原乡的，因为只设定中低收入的小朋友有这个爱心参见，还有比这个低收入更严重的，比如他是家庭的生产者，极重度重度都无法耕种，但是他就没有享受到爱心参见。我想请教育局长务必要跟市长要把这个食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再提升，在我们桃园五个国小一个国中受惠的不到50人，都是中低收入的，那他父母亲还很健壮，但是呢生产者的重度既然没有纳入，我想这个要重新的考量。这一点目前我们市长推双语，国语跟英文，这个我们都非常的认同，也希望教育局把我们的母语课程的时数要增加。一个民族他没有文字，没有文化，没有语言，这个组织会灭亡的。希望教育局要把双语跟我们的母语同时要并重。我想这个只是一个书面可以回答的，因为时间关系，这一分钟就好。因为我是开200多公里。才来这个地方了。再五分钟，再五分钟，五分钟。啊，好，谢谢，谢谢。那我就分，来，水利局。
水利局局长有没有在？来，谢谢你昨天跟我会刊哦，你终于知道我们八个里最危险的地段就是清河里91K到92K。以你的血经历，从北部到大师单位到现在，市长重用你就是你是水利专家，昨天去看了。那个绝对是会造成小林第二左右右边有一个东庄溪，左边有一个拉胡斯溪，前端有一个老龙溪，还有布唐布纳溪，那个地方绝对会造成小林第二，甚至更严重。我不希望你水利局浪费我们市政府的钱还有人民的钱财，上有拼命做一个亲疏，亲疏下一个小时又下到河面，上有做亲疏固定它的水流，它的工人只是把东西岸的护坡水田地不要流失，到了下游91到92处里面，它是一个部落。那这个应该要抛播影给你看哦。是不是这一个？好，这个听了吗？是不是？嗯，你看看这个地形地物。假使说今天局长别好特意青苔就好了，我就邀你住在那个部落，多可怕啊！那个部落已经在河床了，而且部落跟这个河床只差了10几公尺。要是你的功法是亲疏，拜托不要浪费这个钱。上有亲疏漂亮，下有扎黑在这个部落，那个必须要疏浚。今天区公所他无能为力，一个科长，两个技师，一个技总，他的编制4个，目前就科长跟技师，顾眼怎么去敢承担这个部分？疏浚没有什么困难度，你按照采购法采石作业，你怕舞弊吗？区公所他不是在赚钱，希望高师单位，也就是水利局跟河川局，把部落照顾好，不要变成小林第二。从去年推到现在，法制局局长，将来这个部分3个单位总要有一个单位负责，将来灭村人也伤亡的时候，到底是区公所还是水利局还是河川局？河川局是他们是主管机关，那我们高雄市民，我们第一线去水利局嘛？水利局别再浪费那个30000万，浪费那个亲疏，就这个部落。昨天你看了，以你的专家，你都知道这个要怎么去来处理。我希望尽快，在梅雨季节106年的洞6、洞2，下了2天的梅雨，摧毁了11栋。还好区公所的应变中心即刻疏散人群，所以没有人伤亡。但是掉了11栋，那个只不过是梅雨季节。希望你在会后给本席一个最完整的一个答案。最后一个严敏慧，严敏慧，诸位，严敏慧在哦。是。
好，因为你发型变了，我都看不出来啊。原来是主委没有错哦。主委，一个美善活动中心，经过我们的整个救国团的一个主任委员孔立伟，我想啊，也有给我们一些啊相当的一个自信，包括法制局长也在了啊。法制局长用最专业的一个啊来指导我们。时间到了，他就是财务环境，财务环境。说啊，再三分钟啊，没关系。谢谢，哇，议长，你果然是我的大哥啊。三分钟讲，孔伟已经在了啊。我想按照法制局长讲的，109年，他就依法去是要财务还地，但是那个市价还有2000万，看怎么样一个方式。因为目前公所也有意思是用溢价500万，但是呢，他民进党把它纳入为国民党的一个附属的机关。等到我们的年限到了，我想法制局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那孔伟他现在是我们救国团的一个主任委，他已经协助，所以这个救国团我希望变成区公所的，他是主管机关是中央人民会，管理机关是我们啊人民会，就是我们市政府，但使用是我们区公所。希望把这样的一个产权，从民国50几年，公所从来没有收他们任何的租金一块钱，他们应该要有责任财务还地，让我们区公所有一些资本们的一个开眼，然后也造福我们当地的一个就业的一个人员。我想我们跟啊主委还有法制局长孔伟一起努力，这是梅山的一个活动中心。第二个，偏乡经费不足，偏乡不足，我刚才已经跟市长报告过了，拜托你要有胆识啊，不要再编那个4500万的本预算，好好的把我们后花园啊完成我们啊市长的愿望。后花园就是讲奇美六龟，还有我们三个园区。经费要一定要增加，好，这个部分就期待你做一个一点。目前我想了解这里的业管，在文化健康站，在前瞻性，每一个文化健康站花了200-300万，你的人事费过多，一个老人家一餐30元，请问一下，怎么让老人家吃得健康？都没有关系，因为财政的关系，我只要求你，空服员他是有空服的一个证照，希望赶快培训，要有厨师啊，老人家50-60个在吃饭，他的食安的问题呢，没有一个有厨师证的，是不是在辅导他们有一个厨师证？但我不要求有营养师，最少有厨师证。好，来，再两分钟了。对，出得去，人进得来，大家发大财，百般的不舍。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大学长在明年的1月11号以后，我不叫市长，我们就要叫他总统，好不好？谢谢。本席的总执行啊，到此结束。谢谢所有的长官，谢谢。财政局长，物价局市长交代了哈。啊，原住民也三个乡是也是我们的同胞了，啊，他们比较弱势了，
就是说原住民的政策，他们所提出来的一定要完成的，啊，那个经费也尽量偏足一点的哦。对呀，对呀，来，人民会那个市长交代有没有听到？营养午餐那个厨师啊，是刚刚赖员讲的那十一个厨师，最少要有一个厨师证，他不要求营养师，那我觉得这个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列入来开始办理，好不好？好。啊，农业局长，因这地你要给人帮忙的啦，有影啦，因有阵啊未晓营销啦，你像爱油啊，足侪人足爱食啊，但是都未晓洗啊，对不对啊？你那个敢看边啊？帮因到营销哦，好了哈，那也好，散会了哈。